尊敬的 ETO 成员们，我是叶文洁，欢迎来到地球三体组织成员大会。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三体世界的命运将在这里进化，生命和文明也将在这里启动。今天是希望与秩序的复苏，是科幻纪元的开端。今天思想将摆脱引力，整个宇宙为你闪烁。